黄氏青魔鬼 Hyphosorbae cons, CF, melanastichos, 产地位于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茹鲁埃纳河。黄氏青可以说是黑肩魔鬼的点中点了，荧光渐变的体色配合贯穿于身的黑肩，血红色的红膜更是点睛之笔。